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在百年传奇张裕的故乡采集朝阳，我们第一个云集。在道府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人士的鼎力支持下，由道府县委宣传部、西河镇党委政府共同主办的道府县张弼士研讨会，今天在张弼士的家乡首次隆重举行。张弼士是我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杰出人物，爱国侨领，是客家八贤之一，中国葡萄酒之父，清朝红顶商人。召开张弼士研讨会的目的是研究张弼士极不平凡的奋斗的一生，弘扬其爱国爱家、实业兴邦的伟大精神。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今年历史万象更新，在这春暖花开的季节，我们迎来了各级领导及海内外嘉宾在国家文物保护单位清代商务大臣张弼士故居光禄地隆重举行大埔县张弼士研讨会。在此，我请代表中共西河镇人民政府向前来参加张弼士研讨会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表示最诚挚的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西河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有文化事业和发展的各级领导、各位朋友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西河镇地处粤东三区大埔县东北部，山川平静，入秀松林，这里有210平方公里的土地，居住着三万五的勤劳过时、热情好客的西河人民。千百年来，西河先民凭着中原传统文化熏陶和聪明才智，辗转南迁磨练成的坚韧意志，开疆拓土，引入出敬和敬己精神，在闽粤边地破土造基，安身立命，繁衍族裔，形成了西河独特的风土人情和洪坚抱朴的客家精神。西河自古崇文重孝，文风鼎盛，盛采生死，古今民间因简培不胜举，可谓群生璀璨，光耀繁育。清代商务大臣张弼士是西河王长鼎特隆名人，18岁出生唱到南洋，先要创办垦殖、海放、航运、金融、药材、建筑多业，成为当时南洋华侨中首屈一指的巨富，后被清廷赏赐一族领带。商务大臣张弼士立志于实业兴邦，大力兴办民族实业，以山东烟台张裕葡萄酒公司声名最著，孙中山先生等参观并行政，挺重理财予以赞誉。今天我们研讨会的会址就是张弼士故居光禄地，它是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极具研讨、开发、保护的历史文物。张弼士电视连续剧准备拍摄，在这最佳的时期，我们在这里举行大埔县张弼士研讨会，目的是努力争取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关心和支持。通过各位专家朋友的精辟论述、总结宣传、高起点、深层次的挖掘张弼士文化神圣内涵，使张弼士自强不息的创业史和实业兴邦的伟大精神，成为第二标志性的客家文化载体，在文化遗产保护、爱国主义教育、有文化资源开发中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为传承第二传统文化、发展地方经济、加快乡村旅游事业发展步伐做出重要的贡献。我们坚信，通过这次大埔县张弼士研讨会的隆重召开，通过各级领导、各位专家朋友、各位嘉宾对我们西河的重视、关心和支持，必将给西河这块投资的热土、亟待开发的宝地带来无限商机和无限希望，吸引更多的外商和项目资金投资开发我们的优势资源，推进西河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由于时间关系，准备的不够充分，不尽人意的地方，请各位嘉宾谅解。祝愿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事业挺腾达、家庭幸福、万事如意。预祝大埔县张弼士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刚才二十四年，如果要想清楚啲咧，就去廣東華僑博物館探查喺嗰度。呢個時候咧，就係我哋賣山海關。呢份都係濕陽體，呢份咧就係、捐錢俾香港大學嘅，當然係仿美實業權嘅。呢份咧就係、中華文，係講我哋嘅嘢。我多位領導鄉親賢達，我代表張家能夠咁開心，今日可以喺呢度同你哋講見面。先多謝先，咁咧第一件事我就好支持又好贊成，將我哋嘅張家同埋我哋嘅客家文化喺呢度一直發展出去世界。咁咧，如果用我哋嘅酒文化或者我哋阿爺建立嘅思想咧，係有三樣嘅啫，係龍風箱。是我們養我們家鄉，養我們的客家文化。如果這個發展得好呢，我想我們是無限的。那其次呢，就有一樣的，這麼多人，這麼多賢達在這裡，你們比我更清楚，我希望是你們盡力盡心幫我們大埔縣或者我們的文化發展下去。去到呢度，又唔多先。各位嘉賓。